很少打今天比赛这么高的规格。今天比 Sonny Katiandagho， 今天呢来自菲律宾的天山雄鹰拜山波，来自中国有跟菲律宾的选手进行过对战，是啊。这个白山波在身高和臂展上是有优势，哎，身高臂展差不多都领先着。好的，比赛开始。恩提，卡提安去破了一下剑，哦，低位大腹后手拳，快拳，这三拳完全没有破架，这一拳打进去了，前后打一个防反。前手的刺佛的话，不把距离拉近很难去命中。白山波的架啊，抱的比上就要反一个，至少在点数上我不吃亏。没错啊，够白山波这个是使不上力的，而且从体能的分配上来讲，白山波这边也是更合理转变自己的打法。前手平高拳，又是要进去破架，漂亮。是打到后脑，打后脑。搂到了，那两个选手会给对方留下印象，并且拿到优势。现在白山波就是想先生索尼的这个防反开始准确了。又一个，又是。看，又一次左手的打擂。因为白山波这边呢总是前手刺啊，让对手抓住规律了，节奏比较稳健。白山波的左手的平勾拳，摇臂右侧。前排漂亮，没去的平拳，两个人换拳，两拳走了，哎，换了一拳，漂亮，哎，又做了一个前平勾。是啊，刚才一个前手平勾还可以，而索尼这个选手把距离完全压进去以后，白山波的臂展就没优势了。索尼这边打入进去，白山波没办法控制距离了，索尼就要扛了。我们看上勾换，白山波左手平勾两个、三个上勾，很难破架。现在优劣逆转，白山波处于攻势。后手再一个前排上勾顶在绳圈边上，接着打对手的这边防守。在这一阵子还，你是不是刚才因为花力气太大了？没错啊，前面在压着拜山波的这一阵子，是这个体能消耗太大了。你去，吃一个勾拳，索尼又给了一个上勾。这一回合从上一回合开始，白山波的攻势就慢慢的减缓，边上形成压制，而且我们看索尼的这个拳法技能大部分都是弧线拳，勾拳摆拳做得多，他很希望打内线的进攻，哎，进去的打击啊，观赏性还是比较强的，对，没错，刚才索尼的一个前平勾重拳啊。白山波的上勾两个都中了，又一个后手拳，左手平勾，对方还一个，又中两个重拳，又一，切入进来的换拳啊，基本50-50的这样对势，后手拳打破架了，三拳全中，漂亮，凭这个体能吗？还是说我要在八回合之前就要把你干掉？哎。都知道索尼一定会把脚步压得很近，我们看又进来了，情况。后手拳，多项训练呢，对于自己的灵活性是有一定帮助。眼界非常的开，平勾后手拉佛又压头了。回合开始，这个半山波就开始做这种游走性的反击了。没错，我们看脚步又在移动。还好啊，这边有一个刺拳去控制一下。在这个白山波最近的两次失败的比赛里，一次，两人换拳，
白山波继续的二次进攻，很快很快，只要索尼出一拳，索尼的左眼角已经开了，都打在防御壁上，这种拳其实意义不大。作为内线进攻，他可能命中率不低，但是有效率不高，就没有造成很多的杀伤。哎，因为进入内线以后，两个人的这样，第七回合的比赛开始。嗯，刚才呢，王一博老师也是点刺啊，包括后手的控场，拜山波都不错。你看，往里进了。我们进去换拳啊，这边拿不到太多的优势。是。我们看左右侧的打擂，白山波手稍往下一放，拳就上脸了。没错。接着打斧，你放不放啊？放下来就一拳。这个虽然目的性很强，但你很难针对。嗯，没错啊，因为太近了。漂亮。哦。前后手。但我放掉这个动作，比如说我摇臂出来，你已经防住了。哎，没错啊，我宁愿扛一下，我要给你获取更多的伤害，这是一个比较保险的方式，因为还有五个回合嘛。嗯、下降的这个状态，换拳，再一次，前排，漂亮，不约而同的进入内围，却出了一个外线拳，所以就看起来像是推搡。是。分配一直扛到最后一回合上高，是啊，这个强，但目前我们看他的拳的力量也差了，是啊，准度也差一些。嗯啊，手套那个缠手又掉，又开，两个人开始互换。哦，漂亮啊！两个人在乱拳之中，嗯，这边呢形成了迎击倒。裁判在确认，往前冲，没问题之后，比赛继续。手拳，白山波前后手。前手拼高，虽然进攻密度很高，但白山波一直在换着自己的节奏，想把索尼击倒。是，还是赶紧处理这缠手带的问题啊！一直在开。我看这是白山波的一个后直加前摆，这一后直，这一前摆、嗯，高的一个层面上，他可以把这个比赛往后拖。但即使是他，我们看到他在进攻的时候也。哦，漂亮！连续的前后手的平高，这边稳稳扎住，前刺。现在索尼压在绳脚上。五勾，前平高，后手前手上高，后手摆拳，后手上高。白山波找到节奏了，哎，没错。因为你到第十二回合再兴奋起来，可能就有点晚。是啊，因为到了越到十二回合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咬牙坚持，这比赛也就要结束了。对，反而呢是在十一回合比较好发力。冠军赛五回合，哎，是啊，自由搏击的比赛五回合就已经很了不得了。这是。有效的拳术，哦，晃了一拳。哇，吃两拳，啊！今天这个比赛呢，在前面的十几个回合中都没有形成。从场面上来说呢，白山波这边还是占了优势的。哎，职业拳击这个能够压着白山波去进攻，但是不能形成有效的击中的话，这个一般就是攻不可久，柔不可守嘛。哎，没错。如果拳法没有对方那么硬，没有对方力量那么时间。这索尼是拼了，完全无视白山波的进攻，要
换拳，最后的十五秒钟，两个人拜山伯在做最后的移动啊，想把这个冲突降下来。好的，那这脚下有点慢啊，整个动作也相对僵。没错啊，对于拜山伯来讲呢，虽然这场比赛咱们觉得啊还能有一致判定 ，Judge One 170-110， Judge Two 115-112， Judge Three 117-112， 117-110。啊，仍然是完成了卫冕战。是啊，让我们恭喜来自中国新疆的选手拜山伯，纳斯。这场比赛给到的点数还是差距比较明显。没错啊，比如117-110，那这样的话差了7个点数。动性啊，包括这个有效的。